好啦，咁咧今日就系我第一条片啦，系咩片呢？咁咧好开心啦，咁因为呢条片咧就放上咗你哋呢个 Facebook 啦，咁希望我就第一次参与嘅，咁咧我系第一次咁样拍片唱歌嘅，咁都学咗一段时间啦，咁因为第时可能迟啲。想去做 busking 的時候，咁啊，我呢啲練下膽量啦，咁又可以俾啲試下用呢啲方式去唱歌俾大家聽啦。咁咧就睇下我嘅 level 去到邊度啦。咁所以咧，希望我擺呢條片上嚟之後咧，咁你各位有興趣或者覺得我唱得好嘅，咁又俾個 like 我啦，或者又可以喺下邊打啲評語啦。咁依份望住Facebook 你嘅都可以 ，any 邊個都可以俾啲評語我，啲咩需要進步嘅地方，咁希望加油啦，好冇？咁今次我第一隻歌要其實都係練歌啦，當自己一啲嘅嚇講下先。咁其實今次我第一條片咧，咁其實咧就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就唔係香港嘅。因為我啱去緊旅行啦，咁其實我而家喺釜山，南韓嘅釜山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喺我自己間酒店房裏邊拍我第一條嘅 busking 片嘅，咁啊 live 嘅唱歌片啦。咁希望大家聽到都會中意啦嚇。咁嘗試下拍條片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我咧就冇嗰啲咩儀器嘅嚇，咁咧只不過咧有部機，咁我而家就播音樂啦，咁我就咁樣唱啦。咁咧老師講，其實唔需要經過唱識唱，大家如果係唱歌嘅朋友咧，都應該好清楚知道咧，識唱歌人係唔用 echo 嘅，係唔需要回音嘅。咁所以咧，希望拍呢條片咧可以俾大家睇下啦。你有咩評語，幫我打喺下邊好冇？咁咧今日送只歌俾大家，因為我把聲之前病啊，咁咧就係變咗男人咁嘅聲嘅，咁咧其實即係嚟到旅行之後咧，咁就唞咗幾日啦，唞完幾日之後咧，咁就叫做好翻啲啦把聲，係啦，咁啊睇下今日又嘗試下自己唱唔唱到啦，咁啊喺呢個釜山，應該係釜山嘅地方咧，咁咧就係落緊雨嘅出邊啦，咁而家釜山嘅時間咧就係夜晚嘅10:30啦，係啦，咁而家香港時間就9:30啦，咁而家我就喺我聽翻香港噶啦，咁喺我執行李之前咧，我就希望拍一條片，好似厚啲好啲，係啦，咁啊會令得我光啲，因為啱睡埋眼瞓，咁好 casual 啊，係咪？我覺得唔使做到好靚咁樣咯，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呢只歌啦。咁第一隻歌送俾大家嘅就係我成日唱嘅呢只歌，不過唔係唱得幾好啦，咁就係張惠妹嘅《聽海》。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
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是句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谁爱。一定不是我，只想我很冷静，可谁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爱哭的声音，只明明你太多情，被记得听你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走着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听爱哭的声音，叹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只想我很冷静，可惜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爱过的声音，却偏爱没变了太多情，被记到天明。